季福的晋级的巨人的联动开始了，一起来看看更新了啥。上线先送了我一套衣服，一个气球真不错，这气球属实挺可爱的，哈哈哈。签到也会送喷漆和墙纸，当年还有炫酷的联动载具，特别酷呗，有点像我们的哥斯拉挑战赛。商队集市里也更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，联动的背包呀，各种巨人的气球呀，海报呀，喷漆呀，还有一系列的天花地砖墙纸，分分钟把你家打造成一个帕拉迪岛，酸了酸了。咱们再来看看这个联动载具的抽奖，首先出了一个铠甲巨人的挂件，然后出了限定的皮肤，其实也就是个典藏品，还有些衣服喷漆啥的都不太吸引。这个联动载具咋跟前面宣传图上的不太一样呢？感情就是边上贴个图啊。联动时装就厉害了，还附带动画。男生时装是利维尔兵长的轻小装和艾伦的调查兵团制服。这个1.6米的男人真是帅的一批，要我嗷嗷大喊老公我可以。艾伦这一套也不错，调查兵团的制服本来就很帅，这窄腰长腿的配上立体机动装置，在高楼大厦间飞来飞去，我当场一个孩子飞出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两套衣服好像都会让你直接变脸，让你体验一把做动漫主角的快乐。女生时装就没有这么精致了，扫除时刻的动画也没了，咱也不知道为啥的，扫着扫着天上就能飘花瓣了，可能这就是公主扫地吧。两套女性时装的人物模型都是神力，我们女卡莎小姐姐打架起来还是一紧牛掉。看看这些时装，再看看我们果服的联动，我的口水从眼角滑落，原地变身成柠檬精酸酸酸酸酸。